想到那个画面了。这鬼真大呀，这鬼这衣服真弹，太弹了。我跟你说，地黄花我现在见过的，它真的巨大，而且它是那种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腰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永不过时，我操，衣服还跳掉了！我的天哪！我叫艾米丽呀，你对象吗？我对象还没来的嘛，这不婚前先搞个单身 party 吗？对象叫什么？对象叫丹尼尔。不是你？什么？他太大了吗？哎，这有点假了，这就说了。小画家，今天是摁几家？就是这么大。你这衣服不会他妈的我玩着掉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他妈里面没穿哦，奶盖我今天是啊？重庆他妈45度，你让我穿？的题目是你偷偷听到你妈背着你做了微商，并且已经亏损了10万，请表达你现在的心情。你也不爱咋子？你亏了10万？哎呦我的钱呐！哎呦哎呦我的钱呐，哎呦10万啊！我在你你有病。